一升降机正以三 g 的加速度垂直上升，其天花板上悬吊一个物体，该物体离升降机的高度是 h。若该物体突然掉落，则当碰到地板的时候，总共经过多久的时间？来，题目的图可以长这样哈。升降机的高度是 h，上面有个物体绑住。那升降机呢，正以三 g 的加速度往上升。今天我假设，我假设呢，这时候升降机的速度是三 g，是 v 的。 v 向上的话，那我这个物体本来跟升降机绑在一起嘛，所以升降机的速度是多少，我这个物体的速度呢就应该跟它是相同的。好，那接着要干嘛？接着题目说我这个物体哈，假设我跟升降机之间是用绳子绑住，那突然绳子断落了，好，绳子断掉，那这个物体往下掉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？接下来这颗石头最终一定会掉到升降机的地板。 那我就是要问你，到底经过多久的时间？好，那 <coughs> 你想想看哈、哦，如果你还是个国中生，你会怎么样分析这件事情？或者说你前面刚学完，你都还没学相对运动的时候，你应该会这样讲，你会说，正常的正常的人哈、哦，我来去判断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应该就会说，这个电梯当然往上升嘛，所以他绳子一断掉，电梯一样继续做自己的等加速度运动，渐渐的往上跑。 因为我有初速，我有加速度，而这颗石头呢，只要它啊这个物体啦，只要它绳子一断掉，这个物体就应该不再受到电梯的力量作用，所以它加速度呢就不再由电梯来决定了。只要绳子一断掉，这个物体的加速度就应该会是多大？就是你常听的重力加速度向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就会再去分析了，因为今天物体有两个。 运动体有两个电梯往上升，这个物体怎么运动？往上飞，加速度向下，所以它会往上飞，最后速度减为零，再往下掉，那最终就会掉到地板上。那你要怎么算？假设 t 秒的时间嘛，看电梯上升了多少，看物体飞上去又掉下来掉了多少，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减，应该是一个 h，你就可以算出这个 t 了。啊，不过这是以前的做法，我们就不这么做了。 在这个单元的最一开始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？我说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学相对运动啊？学相对运动是因为有时候我把观察者放到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你所看到的运动模式在分析起来会变得比较快。好，今天如果你这样想象哈，你自己是观察者，我们把自己呢投射到这个电梯里面，好，我们就是这个小人，我们在这个电梯里面呢来去观察这个物体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。 人在电梯里面，就是去看什么物体对电梯的一个相对运动。那相对运动，我们当然讲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什么？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啊，相对初速、相对加速度，再来去找我们要的结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今天我人在电梯里的里面的话，相对位置，嗯，或者我们讲相对位移好了。为什么可以这样说？ 因为今天我们最终是要问什么？这个物体落到地板上，请问你人站在这边去看这个物体，它最终对电梯而言，这个物体掉到地板，对电梯来讲，它是往下掉多少？是不是掉一个 h？对吧？好，所以从开始到结束落地，它对电梯总共往下掉了一个 h 的距离。好，那相对初速呢？ 电梯的速度是 v，物体的速度也是 v，所以相对初速当然就是零嘛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说你没有概念哈，你没有概念来生活上的例子是这样子，你坐着火车，火车速度好快，手上拿着一颗苹果，突然你把手放开，苹果往下掉，对你而言，你一样坐在火车上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苹果还没放手前，苹果对你来讲是不是静止的？可是其实你们两个都有速度。 只是你们速度一模一样，所以你看起来苹果是静止的，可以吧？这是相对初速的概念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是那么放心哈，你就好好的来处理什么？呃，这个物体对电梯的相对初速，我是不是说 A 对 B 就叫做 A 减 B 嘛？所以呢，你要求物体对电梯的相对初速，就是把物体的初速减掉这个电梯的。 初速，好吧，那数值带进来，物体的初速是 v，电梯的初速也是 v，所以相对初速是零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再把相对加速度找出来。相对加速度的话，一样，我们从公式的哈，物体对电梯的相对加速度呢，就是物体的加速度减掉这个电梯的真正的加速度。 物体加速度多少？g 向下，哎，来这边我们取向下为正哈、哦。为什么取向下为正？你看哈、哦，你人站在电梯里面，这个物体只会怎么动？往下掉，它不会往上飞了。所以既然它只会往下掉的话，我们就取向下为正比较方便了，好吧？那这样的话，物体的加速度是一个 g 向下，所以就是正 g 减掉这个电梯的加速度是三 g 向上。 那应该是负三 g，所以呢，人站在电梯里面去看看这个物体对电梯它的相对加速度应该是四 g 向下的，好吧？那这样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？诶，当我分析完这个它们的相对值之后，好像事情就变得没有像刚才那么的难了、哦，因为物体会往下掉下去，相对而言，物体是静止的。 然后一个固定的加速度往下掉，哇，这好像什么？这好像自由落体啊，对不对？这非常的像你以前在学的自由落体。今天只是说今天呃，以前啊，以前加速度是 g 嘛，现在我的加速度变四 g 了，只差在这边不一样而已。好，所以我还是可以看，把它类似为自由落体来处理的哈，类似自由落体，只是呢，我所在地的。 重力场不一样了，变成了四 g。OK，好，那我们来算看看哈，要怎么做？其实以前自由落体你还是用等加速度运动公式啊，我们还是这么做哈。呃，他们的相对位移呢，会等于相对初速乘时间，加上二分之一的相对加速度乘时间平方。你刚才已经判断出来了，从事情发生到事情结束。 这个物体呢，相对电梯会往下掉 h 的距离，然后呢，它们之间的相对初速是零，那相对加速度的大小是四 g，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，当绳子断掉，这个物体它开始飞行，一直到跟电梯接触，总共所要花费的时间就是这么久，整理一下应该会是二 g 分之 h 开根号，这就是你所要的结果。 那刚才我就跟你讲嘛，我说，当我们分析完相对运动，我把人观察者放到电梯里面去判断的时候，相对运动的好处就是整个运动模式都变得非常的简单了，初速为零往下掉，所以我说它是类似一个自由落体。好，那既然是类似自由落体，你或许就会讲，诶，以前我所学过自由落体公式啊，叫做 g 分之二 h 开根号，这是不是对地表而言，对吧？好，那。 对地表而言的话，以前你所看的这个 g 叫做地表的加速度。那不过今天在这边，我的观察者放到了电梯里面，所以你这个加速度你要记得，如果你要直接带这个公式了，这个已经不能再带重力加速度 g 了，应该要带，看你观察者今天放到哪里去，你就要看，你就要改成用什么所在地的市重力场。 啊，因为你所在地的重力场呢，会随着观察者的位置不同而改变。比如说今天这个部分，我人站到电梯里面去看这个物体，人跟着电梯向上加速度三 g，物体的加速度向下一个 g，所以我去看物体，也就是物体对我而言看起来加速度是四 g 向下。OK，所以公式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就只差在你这个重力加速度，记得要改成带什么。 所在地的示重立场，好，那不过呢，我们这个单元最重要的还是上面这件事情，选对你的参考点，好，选对你的观察者，去分析出它的运动模式，看会不会变得比较简单，才是这边所要学的重点。